生命电视放上去，走在生命电视放上去。接下来请收看慈悲法语。佛陀叮咛语：八，修习正确精进有四种方法。哪四种？一，即发愿阻止尚未升起之恶念的升起，并且努力精进，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二，发愿去除已经升起之恶念，并且努力精进，全力以赴来完成此目标。三，发愿培育尚未升起之善念，并且努力精进，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四，发愿促成已经升起之善念，愿它持久不混乱，进一步发展扩大滋生，达至圆满，并且努力精进，全力以赴来完成这目标。九，放弃恶行与培育善行。一，放弃恶行，这是办得到的。如果不可能办到，我也不会催促你们这么做。既然是办得到的，因此我对你们说，放弃恶行。如果放弃恶行会招致损失与悲伤，我就不会催促你们。但既然放弃它能增长利益和快乐，我就催促你们放弃恶行。二，培育善行，这是办得到的。如果不可能办到，我也不会催促你们这么做。既然是办得到的，因此我对你们说，培育善行。如果培育善行会招致损失与悲伤，
我就不会催促你们。但既然培育它，能增长利益和快乐，我就催促你们培育善行。导师应视学生如儿子，学生则应视导师若父亲，如此彼此便能互相尊重与顺从，能和睦共处。在求法与修行的过程中成长与进步，之一。当我们了知佛具备遍知大悲大力的功德，就更能对三宝升起虔诚与信心。一个人对如来的信心确定不移，坚固不变，不为任何隐士、婆罗门、天神、摩罗、梵天或世人所动摇，他可以正确无误地说：我是真佛子，由佛口中生出，由佛法中生出，为佛法所创，是佛法的继承人。十二，业果何时现行？一，有人认为，一个人造了业，他往后的一切经历就已经由这业注定了。若这说法是真的，那么人就不可能过圣洁生活了，因为消除烦恼的机会根本不存在。二，若有人认为一个人造了业，他往后便会得到业报，若这说法是真的，那么人就有可能过圣洁生活了，因为有解脱烦恼的机会存在。三，例如有一个人造了一个小恶业，
他今世可能受到业报，也可能完全不会遭受到业报。试想，哪一类人会因犯了小罪过而下地狱呢？一个对身口意三业完全不加留意的人，尚未启发智慧，尚未训练自己，是个渺小的人。他的生命是受到局限，不会快乐的。一个小恶业可能导致这样的人堕入地狱。四，现在有一个人，他小心地注意身口意三业，已启发了智慧，已训练自己，已不再是个渺小的人。他的生命是不受限制，是无可衡量的。这样的人造了小恶业，在今世可能受到业报，或完全不会受到业报。无理由。假设有个人在一杯水中撒入一撮盐，那水便喝不得了。为什么呢？因为那杯子很小。又假设一个人在河撒了一撮盐，那河水还是可以喝。为什么呢？因为那河水太多了。十三，烦恼来自内心。一，当我们想着某某人伤害了我，正在伤害我，将伤害我的时候，就已经起了嗔恨心。二，当我们想着某某人伤害了我心爱珍惜的人，正在伤害我心爱珍惜的人，将伤害我心爱珍惜的人的时候，就已经起了嗔恨心。三，某某人善待了我不喜爱
珍惜的人，正在善待我不喜爱珍惜的人，将善待我不喜爱珍惜的人的时候，就已起了嗔恨心。我们就是这样无端端地被激烦。十四，德行圆满的人不用故意想愿我远离烦恼，因为德行圆满的人自然会去远离烦恼。去除烦恼的人不用故意想愿我喜悦，因为去除烦恼的人自然身心愉悦。十五，一个专心致力于清净的人，在睡觉时、觉醒时都很快乐，他的五根清净，心念也清净。他知廉耻，怕犯错，有信心、决心，证得最高境界。他深受同修们尊敬与推崇，他即使不能证得最高境界，至少也能往生善道。十六，增长五项素质，可促进佛弟子的身心发展。掌握佛法的精要与要义，哪五项？增长信心、德行、学识、布施与智慧。十七，听闻佛法有五种好处，哪五种？即听闻以前未曾听闻的，澄清以前所听闻的，消除疑问，纠正见解，使心念平静。十八，我们应跟随服侍尊敬哪一种人呢？有德恨同时性情善良的人，为什么应跟随他呢？跟随了他，即使彼此的意见不同，但有关于我们结交善友、拥有可敬的朋友的声誉也就此传开。Thank you.
19。一个人可能是个有德行与学识的信徒，但却不是一个佛法导师，这样的人是不够圆满的。要补救这个缺陷，他应该自我反省，我如何才能成为一个既有德行与学识之信徒，又是佛法导师呢？当一个人具备了这些条件时，他才算是圆满。20。世界上有两种人的恩惠最难回报，也报答不完。哪两种呢？即是你的父亲与母亲。纵使你将他们背在背上100年，支持他们，为他们敷药、沐浴、按摩四肢及清除排泄物等等，也都不足以回报他们。2。即使你给他们掌管整个世界的权利，也不足以回报他们。为什么呢？因为父母为孩子们付出很多，抚养他们，培育他们，把他们带入这个世间。3。然而，谁若能使其不信佛法的父母相信佛法，无德行的父母变成了有德行，吝啬的父母变得慷慨好施，愚痴的父母开启了智慧，那他便已回报了父母。他所做的比报答父母恩惠所需要的还要多。护持中华护身协会，邮政划拨，户名中华护身协会，划拨账号42138483，42138483，银行账号，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账号012001951679，0120011975679，护持护生放生超度婴生未生胎儿。佛教慈悲置业基金会台南分会开设台球课程，日期1月20日星期六，时间下午2点开始。联络电话06271-6616，06271-6616或06271-6612，06271-6612。地点台南市永康区永大路2段345号。敬邀菩萨参与熏习，同沾法益，共沐福恩。请事先报名，以利老师准备教材。佛
教慈悲置业宜兰大悲观音道场举办岁末祈福神州钟鸣护法供养暨消灾超荐法会，日期1月26日星期五上午10点开始，护法供养仪轨佛前大供，恭请湛江法师、湛同法师共同主法。中午12点岁末感恩联谊参会，请预先报名。下午13点半开始，讲经在家律学述要，诵阿弥陀经、蒙山施食、消灾超荐回向。地点宜兰大悲观音道场，宜兰县三星乡三星路2段20号，电话0398993190398993190，0398993190，宜兰大悲观音道场。阿克达达，往这里呢，就到他背后的拉下来。就刚一点呢，就往西边的呢，往个各种坡往热些的也不过过来。因为每次的你送个往达达就说，他们就头发的热得救命的呢，他背后的。你昨天我去，你说我他们就上当，咋办了？当了，咋办了？当了，刚拿给你，다당까지로마나되지남의능력이되지남의사지발을대파여지내와채지내와차지요사속생지바지나오시바시요말이사속생지사속생을석원초수로석대파여나대상적왕토구요이뒤감이들이왕내지들이성고방대늦을해요뭐이늦을주민인데나들이전타치보이야래这罗家茶嘛不跟你吃茶嘛不跟娘子着着的，牛马车把车用不着的，这地用不着的，这家人用不着的了。你这个咋办了？上东屋去做他们这个，彻底直接在那嘛，彻底直接家人的，但是这村民的嘛那不，那咋他们的？这里往个干里去做个，往里的这边那个大，这里往个说说了这个村民。마늘로설렁은나요좀딱간거늦었지좀딱간거마늘이와왕가면왕뒤딱늦지가면늦었지면잖아들이무슨때유는못먹었더니기들쫓아먹고왕가서늦었지면나가요래늦었지면안가서왕이냐이왕무슨덥고요래대회는서다엄마뒤말이다지도하고제대다늦은거요래하왕늦왕가자늦었지면래等于等于，我这这这这居民呢，等于咋办了？那就等于，彻底就等于那不啦，吃了吃下到了，疼着等于这就，一大人就从我屋里等于上东就等于要嘞，这边呢等于提升我们了，我们学校管理那这居民说个考虑了，等于那么啥个嘞，那这居民完了，他们就他管理能这个要嘞，那么上级把这运送的就管理，这个就说你往多不要嘞。对那块没事你妈的人家都打草莓这几个月的这是什么人过几个月的这是哪个妈的真的这么个月的这是什么人我说什么舍不得你是比什么的苹果上的我都上去舍不得我吃个月的舍个啥家吃我光吃这什么我吃个月的我让我你妈的你我女的这里我哪里把去了这里我把这做的就把谁忘记哪里啥过的东西难道忘说了哦让人个三处村子过呢，三处村子了，这里让啥的叫做都得下过了，这里你啷个往那得？这里你我都是做吧，都能往这往那的，这里大爷你们都上多啷个地方下过了，这里这就往个是他不了，这就中央这点什么往东去了，就是头发人你说我们不怕搞错了，叫那头发人送我们的，这里唱那个卡嘴呢，那么谁人了就就那个往头过，吃不往那嘛。那个地方刚老马上就往头过来，往头顶上两米就超过来，就是这些的嘞。那系统呢，那往的上当了，那神奇个嘞，哦，如果晓得嘞，如果是怎么嘞，我让工作超过来，神奇呀，要么嘞，我说上出神经，我你就神奇些呀，要么嘞，对这个就让那边投了药的，还想要过来的，就是往不是头过来的，两米就超过来的，多两米。